成功嘅人物咧，個個都有一種特別嘅叻處嘅。講一件真事啊，香港有個二線嘅大地產商嘅老闆，講出嚟大家都好聞名嘅，英文拼音 C 字頭，80年代都去喺香港嚟講，成哥唔夠佢身家後，佢去要美國睇病，要停留一個月。佢臨去走之前，去咗五户大户人家，即係啲朋友嚟啦，做生意商場朋友，都佢香港有江湖地位，一個大官。香港的高官一個，即係六夥人家去了，就話喂，我下個禮拜咧就要去美國醫病啦。吉凶未知，我如果我去咗醫病嘅期間咧，我幾個細路咧幫我提點住睇住佢啊，唔好俾佢出錯，有咩問題咧，你哋當朋友間幫我睇住啲細路啦。咁啊走咗去，一個月後翻嚟好咗，冇事，全部復原。佢親身帶咗幾個仔女去呢六户人家拜謝，多謝佢嚟去睇醫生咧。佢睇住佢哋，但係冇人睇過嘅。其實一見面坐低啊，未坐低啊，就自己主動叩個頭俾人啊，多謝我去睇醫生嗰時間咧，你照顧我啲細路。屌你阿媽，對方都屌手足無措，都冇人照顧到。佢又明知你冇用到你照顧，佢都照做呢、這個行呢個大禮喎，真係叩個頭俾你。好啦，原來佢呢個頭咧係留撚到嘅，死後用嘅。後屘到佢過撚咗身，佢留低嗰幾兄弟出嚟接佢生意。屌啦！咪真係投地投姓啊！撞到啲細百公司個個喂阿獅子頭個老友個仔喎，應承過關照佢嘅冇撚害喎，冇撚同佢爭啦咁撚樣啊！你真犀利，叻唔叻啊？啲人諗撚到自己死後啊，喺生前同佢做撚數撚咗障礙啊！犀唔犀利啊？呢啲老人家屌啲招數，佢嗰個頭屌你媽，溝撚到佢死撚咗後有用嘅，係咪啊？抖音。